这个方向，假设球在这里，你现在对着球后方一颗球打，可是杀的阻力很大，你当作切球，球现在在这里，要打出去的时候，你要打后面一颗球的杀，但是挖两三公分，但是力量要乘以四左右，就是三到四倍，好，18码，那你打15码，打到旗杆前3码，15码大概要用60码的力量，因为杀的阻力很大，你用60码的力量，所以可以挖切球，你要上，可以挖沙子就对了，要打要挖沙子，从后面球后面一颗球的沙打进去，然后送出去，要完成收杆动作。因为你刚刚杆头打下去，杆头到这边，你要杆头收回来，当做全挥杆 ，OK， 当做打60码的收杆动 ，OK， 好，可是目标点球在这边，打后面一颗球，往沙里打进去，挖两三公分。那还有一点哈，就是说正式比赛的时候，我们进沙的时候不能放下去，对，只能扶着，只能扶着，只能扶着，在下杆的时候才可以去碰到 ，OK， 不能这样摆，这样就罚两杆。好，只能扶着悬空，对，好，那你现在就对着球后面一颗球的沙，先打沙子，看打得到吗？